林克桃园加三仙儿，没想到有这么多林克能拿到霸业。第二届林克挑战赛账号大对比第二期，魔法棒啊，不是林克号啊，是一个一套的，最少一套的啊，上限看看多少，66啊，已经很高了啊。攻城拆除占领也算是很不错了啊，但是这个干度可能还是稍微差一点，但是刻度应该很高啊，43个。看一下阵容啊，一对鼠盾啊比较标准的，一对群攻啊，选择吕布一骑当千啊，暴力五人做主将，哎，还有一个关羽桃园有了啊，额外还有一对主力啊，三对主力了。看一眼武将啊，这个号不愧是一套的号啊，桃园五虎对吧，大五虎啊，群攻81万的攻城灭敌，67万的战功，翻地222块，然后拆除12345678，哎，八个 S 懒星辰啊，看一下充值数量，这应该是不到一套啊。哦，是上三的兄弟，排行268，也是前300的玩家了，也是非常不错很活跃的了。看一下六维啊，这个六维再跟下三的对比啊，就知道这个上三的玩家可能确实切坑的比较多啊，并没有很干的情况啊。39个武将，然后看一下阵容，桃园，哎，运气不错啊，一位桃园起了。哦，鼠智 S1 鼠智很不错，一对魏齐，外加器械啊，外加器械，好吧，蜀国非常好啊，这个下赛季也能起飞啊，搞一个庞统的话，对吧？桃园鼠智二赛季直接起飞。战功36万，翻地154块啊，拆除4000，攻城10次啊，可以参考一下，因为逆风嘛，数据稍微差一点是正常的啊。然后先看这个充值量啊，也是一个半套的程度啊，半套的程度不算很多啊，哎，92名，排行很高啊，好吧，这个氪金度不高，氪金度不高，92名，很努力了，很努力了，直接看六维。攻城很多，拆除很多啊，占领略少，势力不高啊，这是一个偏打架的玩家啊。看一下武将38个，看一眼阵容啊，一对骑虎盾，哎，而且战法很好啊。哎呦，一个小天枪，哎呦，运气不错，外加一个蜈蚣啊，选择韩当、泰尔斯、吕蒙的，非常漂亮。然后器械，大概两对器械啊，三对主力这个样子。看一眼武将啊。可以说就是利用的很好了，我觉得武将就可以攻城灭敌51万啊，然后战功59万，翻地142，攻城21，拆除是28000，然后一个 S 两个 S 啊，三个 S 四个 S 五个 S 六个 S 七个 S 八个 S 八个 S 级战法啊，一个林克号啊，咱们看一下，直接看排行啊，直接看排行304，哎，兄弟好好努力，还有6天时间，我相信你。只有4名，你稳稳的拿霸业，好吧？只要你这6天努努力，来看一下，还是很干啊，攻城稍差啊，占领拆除拉满，武将是24个啊，武将不算多，但是作为林克号也是正常的一个情况啊。阵容是一个魏齐啊，然后一个魏盾啊，然后一对器械，两对器械啊，两对主力，两对器械哦。但是看到没有，兄弟们，他的这个其他的器械啊，分成是比较干啊，器械拉的比较满，而且这对蜈蚣算主力了。相当于是玩了三对主力啊，这由此可以看出肝还是很重要的，有很多玩家这个分成都没有建设啊，可能这个紫将蓝将没有利用上，但是这个玩家啊，紫将蓝将都是利用的很好的，他可能自己的城卡不是很好，大家可以看一下魏齐和魏盾，说实话不算什么强队啊，但是他利用自己手中所有的这个优势啊，来这个组阵容啊，看一下统计啊，攻城灭敌比较少，这就说明打城的时候主力打的比较少啊，但是战功25万，翻地330，拆除的话16万，这个拆除挺高的啊，18次大约是一个 S 两个 S 啊，看一下排行啊，400名啊，差一点点啊，还差100个排名，还有6天，这个想撵估计很难了，因为有很多人在往前赶了。来看一下这个六维啊，占领很高啊，但是其他的偏低，武将是30个啊，群攻啊，袁绍、张任、华佗的一个蜈蚣啊，好好的利用紫将啊，还有一对魏盾啊，但是这个魏盾没有什么战法啊，两对器械啊，哎，这个是个主力啊，那这个主力也没有练起来。S 级战法一骑当千，虎陷阵营、虎豹骑、刮骨疗毒、攻城灭敌，5万，战功24，翻地388啊，拆除攻城次数5次。林克正是在的，直接看排名啊，贡献432啊，稍微差一点点啊，再努努力啊，再努努力，直接看六维，好吧？这个攻城拆除势力啊，讨伐基本上，兄弟们，大家可以看到，如果说
想要进300，你的工程和拆除是必不可分的啊，就是说你不要想着前期划水，不可能的，工程拆除你是一定要去的啊。35名啊，这个林克号武将就很多啊，35个林克，35个城卡。来直接看阵容啊，哎，这个大蜈蚣啊非常的好啊，阵容非常漂亮，一队群攻啊，两队主力，哎呦，还有一队盾，但是因为没有战法了嘛，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S1 真的不要贪多。看一下整体啊，武将数量是真的多，2红元绍，1红太史慈啊，这个大蜈蚣加上这个蜀国啊，整体的这个武将数量和质量都很在线的啊，战功比较多啊，其他的都比较少啊，战功翻地很多啊。兄弟们，醉酒蝴蝶啊，林克挑战赛的号，林克正在的啊，看一眼屈服啊，争霸一服，直接看排名啊，看看多少哦，漂亮，又一个进前300的林克啊，兄弟们，好吧，我只能说太漂亮了啊，你们都是林克的骄傲啊，能在争霸一服这种20000人的服里边啊进前300，看一下武将数量，28个武将啊，非常的多啊，也是。看一眼阵容，看看怎么样啊？一个肉弓啊，算是周瑜的肉弓，玩了一对满红的群枪啊，兄弟们，这个蛮少见的。妖术一举歼灭，短兵不如使命，轻勇飞燕，暗潮涌动啊，也算是爆头枪啊，黑科技爆头枪。这个工兵组的也是很有趣啊，吕蒙搭辅助，吕布天下无双，给孙权刷坐断东南。吴国的一个工兵啊，一个肉弓加上孙权、吕蒙、吕布啊。说实话运气也不错了啊，也不能说不好，运气也很好。看一眼战法，一个士别三日，一个夺魂，一个暂避啊，3个 S 级战法，这是赛季的啊，40万战功，翻地360，拆除28000啊，攻城21啊。看一下林克正是在的啊，然后看一眼六边形啊，拆除攻城都很多啊，拆除已经满了，战功也不低啊，盲猜也应该到了30多万、40万这个样子。看一眼武将数量，34张啊，非常多了，仅次于35张最多的了啊。看一眼阵容，甘宁、太史慈、朱俊，选择组了一个法正、孙坚、张飞的盾啊，这个也是相当好了啊。还有一个魏盾啊，郭淮、许褚、徐晃，没有直接看排行，哎，漂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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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兄弟们，对吧？谁说在地区争霸服搞这个零挑战赛？对吧，没有意义的。到现在为止我觉得太给林克的兄弟们长脸了啊，太给林克兄弟们长脸了，一个暂避，一个圣器，一个陷阵营，一个折冲啊，4个 S 级战法，45万战功啊，非常不错啊，攻城19次啊，拆翻地149啊，拆除的话是20000多，好吧，大家可以做一个参考。对酒流星，不过很可惜啊，这位兄弟他不是林克号啊，应该是个月卡档128的啊。醉酒流星排名多少？哎，132，也是很干啊。看一下六维啊，攻城拉满，拆除差一点点，占领拉满啊。然后六维也是非常不错。看一眼武将数量，37个啊，月卡，这个128档啊，128档是37个啊。一对这个小天枪吧，也算是啊。刘备圣器8门，诸葛夺魂风声破阵所向啊。这个小天枪啊，小天枪可以啊，这个阵容也算不错了。然后魏盾，然后一个小蜈蚣啊，对吧，一个韩当、徐盛、蒋欣的小蜈蚣，外加一对小魏盾啊，连子将都玩，对吧，还玩了群攻，器械也很多啊，这一看就是个干地玩家，不愧是能拿到132名的，43万的战功啊，然后拆攻城35，翻地530，这个翻地很多啊，拆除的话是11万多啊，这个器械出的多，拆除是高哈啊。这个武侯7门，咱先看一下，不是林克号，但看一下排行，哇，漂亮啊，漂亮，这个是上三啊，曹魏势力第8名啊，非常的厉害，非常的厉害。哎，看一眼六维啊，先看一眼六维，这个占领是比较多，占领战功比较多，武将数量已经超过80个了啊。这个号应该是没少氪的，一对天枪啊，很标准天枪，3红诸葛1红赵云啊，然后二对是甘太成啊，万箭必时，折冲弯弓，白马千里，也是顶配了。三对的话是一个小桃园，落凤横扫，暂避陷阵，圣器纵兵，漂亮，组的非常好，完美共存啊。骑虎轻勇，刮骨风湿，藤甲魅惑，哎，除了没有曹操之外啊，这个真的是完美共存。
哦，第五队风声冰舞，四面楚歌，风助火势。哎呦，漂亮漂亮漂亮！128万的战功啊，243的翻地，拆除是14000，攻城是64啊。除了攻城少了点之外啊，这个战功是非常非常的多。醉酒马哥啊，咱们林克挑战赛的号啊，林克正在的，直接看排行。432名啊，也是非常不错了啊。作为一个零克号啊，看一下六边形也还可以，好吧？满拆除啊，不是满占领，拆除工程稍微差一点，战功稍微少一点，估计也就20万左右啊。24个武将也不算多，哎，漂亮啊！一个蜈蚣，哎，而且零克标准的一套群攻啊，很标准。两队器械外加一队这个。魏盾啊，点啊，赵云应该是后来的，这20级的应该都是后来的。来，羊麻子啊，这个看一下刻了多少一套啊，最少是一套的号，直接看排行，先看排行，78名啊，这个很高啊，前100的玩家啊。来看阵容，一个先攻五虎啊，先攻鼠枪，外加一个魏齐，一个群攻啊，玩了3队了，4队哦，很干啊，全是器械。兄弟们能进前100，你们自己看好吧。分成的队伍都是拉满的，攻城拆除稍差一筹啊，但是占领比较多，势力讨伐。38个武将利用的很到位啊，难怪啊，人家是把所有的武将都利用起来了才能玩4队主力啊，你们自己参考，这个号最起码是一套的。然后圣器暂避魅惑白马陷阵营加武当飞军啊，战功很多啊，62万，然后攻城拆灭敌是55万，也是很高的，翻低300块标准啊。直接看排行啊，直接看排行。哎呀，没上榜啊，兄弟，不行的呀啊！来来来来，看一下，哎，这个六维很小啊，六维很小，像武将35个啊，属于养号档了啊。哎，一个嘟嘟队，哎呦，一个大鼠枪，就是说没有很努力的玩，但是武将非常好啊，一个嘟嘟，一个大鼠枪，非常的不错啊，其实。434名啊，也非常不错啊，能坚持到现在的林克排行都不错啊，除了一些摆烂号啊。攻城拆除低了，占领高，还行啊。就给大家提醒啊，35一个蜈蚣啊，不错不错，吕蒙的蜈蚣。哎，一个散搭的盾兵啊，也很合理。哎，玩了3队啊，竟然玩了3队，带朱俊的啊，这是武将啊，利用的非常好。就是如果你运气不错啊，把所有的武将利用起来，你能玩3队；如果利用不起来，也就是2队啊。6个 S 级战法 ，S 级战法拆的很多啊，看一眼数据啊。排行400的数据啊，攻城灭敌比较低啊，前期零克确实如此。来，零克号马红质检员，排行直接看排行啊，676啊，这个哎呀，下边就是潘凤邦的郭凤孝啊，六维大概是这个样子。看一眼29个武将啊，看一眼阵容啊，赵云跃进散搭的一对枪啊，也算合理，外加一对群攻，扫了一眼有陆逊有祝融啊，武将还可以啊 ，S 啊，一个 S 两个 S 三个四个五个。啊，4个 S， 来，咱们看一下，看攻城少了吧？攻城少了啊，战功的话翻地，毕竟逆风啊，所以说数据差一点是合理的啊。来，这个醉酒罗小衰零克号直接看排行啊，443名啊，400多名，攻城占领拆除，但是他这个六维已经很努力了，六维是很高的，37个武将啊。看一下阵容啊，一个，哎呦，不错，这个是虎卫军对吧？一个原分队啊，虎卫军，外加一个群攻啊，跟我同款。啊，我一套的号跟这个林克玩同款阵容啊，2队主力，剩下的全搞器械啊，才是一个最明智的一个发育的情况啊。武将数量还是很多的啊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啊，1个 S， 这攻城灭敌很高啊，这说明这个玩家前期是很积极的去打城皮的啊，这个玩家，然后翻地301啊，属于做任务型的，21万的战功，林克号来排行看一眼啊，贡献561啊，已经是很高了啊，林克闯到抚慰镖局分局啊。29个城卡，看阵容，哎，一对魏盾不容易啊，林克玩家不容易，玩一个小魏盾，曹操领衔小魏盾啊，林克玩家不容易啊，哎呦呦呦，满红群枪啊，兄弟们，啊，群枪，然后甘宁刘备，这就是器械队了啊，还有一对蜈蚣啊，就是完全没想着靠城卡，人家，对吧？人家就是靠子将打出来的，这个兄弟，说实话，我都能想象到他 S1 到底有多艰难，就是刚开局的时候，他肯定是。实在是没有什么主力队了，所有的好的武将都是后来的，所以前期才会选择什么魏盾啊，对吧？这个群枪啊，
一个 S 两个 S 三个 S 啊，三个 S 前期工程宝很高，128万的灭敌数啊，这说明这个玩家前期是非常的认真，战功低了啊，毕竟阵容不行啊，这合情合理，合情合理，好吧，616名啊，领克号不容易，汗流为啊，工程拆除占领啊，29个5，一对群攻，一对卫盾，哎，这个枪不错啊，这个旗啊。对吧，关羽马超太史慈的旗挺好挺好，所以说玩的队伍多啊不一定是效果好啊，整体的武将目前看来啊，这个玩的好的还是说再精不再多啊，四个 S 32万的灭城，然后12万战功啊，前期的这个灭城还可以啊，来新支柱林克号贡献5520，哎呀这个排行，然后占领比较少啊，这个玩家属于夏侯蹲渊加齐啊，不算很强的一个阵容啊，器械一对群攻啊，属于这个霸业已定就养号了，并没有选择冲排行的这么一个情况啊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一个 S 两个 S 三个 S 啊，三个 S 级技能，哎呦攻城灭敌很高啊，330万战功翻地63，这个说明什么问题，就是这个玩家前期攻城他的主力都去打城了啊，哎，小心啊！可惜不是林克啊，一个128的号，看排行，哎，不错啊，295，保持住啊，保持住，你这个霸业就算拿下来了啊，保持住，六维啊，攻城拆除都不错，占领是拉满的啊，一个菱形，31个武将，看阵容，一个鼠枪啊，不错不错，两红的张飞呢啊，很好，但是工具战法让陈道带吧啊，一个器械队。哎，一个群盾啊，不错，知道让这个庞纪去当主 C， 不要玩太多队，对吧？两队够用了，两队就足够用了，其他全搞机械啊。这就是拿一个争排名的一个66万攻城灭敌，战功57万，战功很高啊，翻地合格啊，300攻城20次。如果想在 S 一拿一个前300的情况，你基本上要保证一个这个数据啊。醉酒马哥啊，林克号，咱直接看排行，424啊，很不错了。啊，偏菱形的这么一个拆除偏多，24个武将，一对蜈蚣啊，对群攻啊，两队主力保底了，剩下就是两队器械，三队器械，四队器械，外加一个卫盾，玩了相当于是三队主力啊，玩的还是比较多的。后有一个赵云，但是没有练，给了觉醒啊，攻城灭敌21万啊，战功19，翻地385，来林克号啊，复联网看一眼排行啊，直接排行说话，848名啊，看一下这个，哎，攻城拆除占领啊，都是稍微差一点，但还是有在努力玩的。27个武将，数量还不错。看一下阵容啊，一对群攻，但是没有练起来啊。还有一对诸葛亮的枪啊，输出比较低。哎，还有一对骑兵，外加两对器械，就可以看得出来啊。再精不在多，还是那句话啊，再精不在多，不要玩分散了，玩分散了都平均练级，最后就是这种结果啊。一个 S， 两个 S。30万战功，100多翻地啊，9次攻城啊，大概是这样情况。来，恒久远啊，林克号直接看排行，316名，兄弟，努努力，好吧？还有16名的排行，咱看一下，结算时间是30号，目前还有7天时间，7天时间冲一个10个排行没有问题的，可以，你这个非常可以啊，攻城拉满，拆除拉满，占领拉满，你这个努努力啊，努努力，有戏啊，有戏。32，有一个散搭的这么一个盾兵啊。哎，这是刷战功了吗？刷战功了啊！你这啊，不予置评啊，不予置评，刷战功了。然后张飞、跃进、左慈啊啊，外加两队器械，看一下整体啊。目前是这样一个情况，两红的张飞还是运气比较不错的。S 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四个，34万战功啊，战功偏低啊，翻地300合理了，攻城其实也不错了，灭敌也还行，其实就是差在战功了。林克号咱直接看排行，哎，114啊，很不错，林克号兄弟们相对来说不太够饱满啊，32个武将，看一下这种，哎，桃园，好吧，林克桃园兄弟们，哦，林克仙人啊，林克仙人盾。剩下的都是器械了，非常合理，两队主力其他全搞器械啊，很合理的，武将非常好，质量非常高啊，难带一个 S 两个 S 三个 S 四个 S 五个 S 啊，拆了5个 S 一战法，哎，这个运气非常不错啊，看一下数据，53万战功，战功打得非常多啊，然后攻城灭敌30多万，拆除啊14000，攻城6次啊，毕竟是逆风，说实话
这个看一下啊，是一个128的啊，128的，看一下排行，哎，103啊，这个六维能打到这么高的排行吗？33个武将，来看一下阵容啊，什么情况，兄弟们？很疑惑，赵云、张飞、黄忠啊，一个五虎，一个散搭的骑兵，器械啊，两队主力，剩下全是器械，你看到没有，兄弟们？就是武将你再好，其实玩两队也足够了。对吧，武将再好你后边来的也不要去考虑了啊，也不要去考虑了。看一下 S 啊，一个 S， 两个 S， 三个 S， 四个 S， 五个 S， 30万灭敌，拆除1000，翻地不多。他这个应该是前期打架特别多，他这个攻城数量并不多啊，攻城数量、攻城灭敌、翻地都不算高，但是他战功特别高，而且他应该是前期打战功打得特别高，不然的话他不可能排行这么高的。他一定是在那个战功衰减的那个前期就有主力，然后一直在打架，所以保证了自己高排名，哪怕自己这个拿成前期比较少。醉酒蹲墙角啊，来看一下刻了多少，一套的啊，最少一套的，直接看排行。哦，14名，很高啊，目前今天看的最高的了啊，排行第14啊。来咱看一下排行14名的大佬是怎样的六维啊，势力拉满，攻城拆除差不多，占领拉满啊，战功很高，讨伐稍差啊，讨伐正常的啊。看一下武将数量，哎，67个武将，这个绝对不是说那种一套的号了，一个大鼠枪啊，一个群攻，哎，一个四红的这个红度中等的一个卫旗，一个大蜈蚣，这就器械队了啊，后续就器械队，四队主力啊，兄弟们。哎，这个也相当于是器械了啊，不能算了，五队、六队、七队，哎，这个也算器械，也算器械。兄弟们看到没有啊？氪金玩家，人家排行第十几名的玩家，也无非玩了四队主力，所以你们就不要考虑想着玩这么多主力了，好吧？在 S1不要玩这么多主力。这个有曹操啊，大威奇相当于是已经有了，而且曹操应该是后来的，不然的话他不可能不玩曹操啊，曹操是后来的。蜀国的话大蜀枪嘛，对吧，下赛季抽一个庞统还能玩蜀制啊。吴国大蜈蚣啊，也有周瑜、群雄、吕布、袁绍、重孙瓒啊，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。看一下战法有多少 S， 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、六个、七个、八个、九个、十个，哎，十个 S 级战法啊，不愧是武将能达到60多的。看一下数据啊，哦，100多万的战功啊，在 S1 达到了100万战功，完成了成就啊，45万灭敌，攻城拆除6万啊，23次攻城，翻地1200块，很干，好吧，拆除也很高，29万啊。时间关系，本期账号分享就到这里，点点关注，下期更精彩。